稳定器的部分。稳定器的部分好像没有什么台，稳定器的部分我们就直接带出去。稳定器的部分，稳定器的部分我们就直接带，稳定器的部分我们就直接带出去拍摄一些酷炫的画面啊，让大家顺便展示一下。稳定器的部分我们就直接带出去拍摄一些酷炫的画面啊，然后顺便展示一下使用这样的影像稳定器。跟一个自拍棒的组合，到底可以变出多少的花样？稳定器的部分，我们就直接带出去拍摄一些酷炫的画面啊，顺便展示一下这样的影像稳定器搭配自拍棒的组合，可以变出多少的花样？